欢迎收看今天的窝星球，我是六七主播何慧蓉。哎，小盼，今天带我来这边到底是要拍什么啊？哎，朋友，你有想过我们拍了那么多集，装潢那么漂亮，那你有想过租屋主的感受吗？有道理耶。说实在，我自己也是还在租房子而已呢。那像是如果说租房子，我也不可能说订一个系统柜，然后把一个柜子钉死在墙上，这样子哦。对，所以大七今天你有一个任务。哈？哎呀，既然有挑战呢，我就要搬救兵了。今天来找到的是东豆家居的经理小丸子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小丸子。今天制作团队呢给我一个艰巨的任务，我只有20000块钱的扣打，但是我要打造一个空空的房间变成温馨舒适的房子。那当然没有问题，请问现在你要什么样的风格呢？风格我看先来个日式简约风好了，简约一点应该比较不会花掉那么多预算啦。没有问题，小丸子帮你达成。好，我们就去寻找喽。终于搞定了我这个日式简约风的房间，目前看起来真的是还蛮舒适的。是的，没错。我今天呢已经很尽力帮你，就是达到你的要求，在20000以内，这么多的东西，这蛮不容易的哦。对，有沙发，有这个床板、床头，对，还有床头柜，还有衣柜，真的是就是我拎个皮箱，我真的就可以住进来。没错，真的。枕头啊这些，反正我看得到的，你摸到的都有，全部都算在这个20000今天的这个挑战，所以我算是挑战有成功达到了。成功。但是我其实有一些疑问，是在刚刚我们说要建构一个日式简约风的时候，其实我很没有概念，说我到底要怎么去挑选这一些风格房间里面要用到的东西。那刚刚的诀窍到底是什么啊？其实日式简约风就是要简单便利。对，那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床头的部分，它其实你不是你看到这么简单，它还包含了小夜灯，然后还可以就是充电，因为现在的人就是喜欢躺在床上就是使用手机嘛。对，所以它就是便利，然后简单，然后再加一个很舒适的床垫。那除此之外呢，它还多了就是它的床底的支撑度是非常好的，就是你可以看到它是两个床底合并在一起，所以呢实际上你这样子算的话呢，它有8只脚。对，不会像外面那种就是一个框一个木框，可能很容易就坏掉了。我讲到这个真的是重点，因为很多呢在外面的租屋主，可能房东有帮你附床架，但那个床架呢这么大一个双人床，4只脚，然后呢动不动就可能房东以为说啊你是带男朋友来带女朋友来啊，其实根本就没有，他可能躺着躺着他真的就坏了，奇奇怪怪的也有，那就会非常尴尬。所以我觉得一个重点就是说，大家在挑选家具价格划算的同时，其实也要考虑到它的功能性跟它的实用性，才不会说你真的买来哇三两下就毁了啦。没错，刚刚其实沙发好像也有大有玄机，对不对？对，其实选沙发的它的玄机是更大的，因为沙发的部分你一定要坐一下摸一下，你才会感觉到它的舒适度。那我们今天挑选的这个沙发呢，它不只是便宜，它还非常好坐，因为呢它的坐垫里面加了独立桶，等于你在坐沙发的同时，你会感觉上你就是坐在一张床上，对，那个舒适度是非常舒适的，然后背靠呢又是非常的大。这个很多人可能不晓得，就是说你在买沙发，你真的如果为了价格考量，而你没有去考量到东西品质怎么样的时候，你可能那个坐了会陷下去，久了其实对你的腰椎都是非常伤的，非常不好的。除了选材上面呢，配色上其实也挺讲究的，对不对？没错，我们今天它的这个灰色系呢，其实是最基本的底色。但是呢，我跟你讲，你只要加一个很亮色的抱枕，它就会直接变成北欧风哦。嘿，是不是加了这个颜色呢，它就非常的北欧风哦，跳色的感觉就出来。是的，然后呢，像我自己很喜欢这样子的一个蓝色，对，搭配下去，这种跳色感呢，就可以在本来是日式简约风里面，再混搭一点点的北欧风，整体看起来呢，就会觉得说它不是那么的单一。
在有没有一些比较流行很多客人会喜欢选的配色？像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灰色搭一个姜黄比较缤纷的颜色，那再来就是说有大地灰再加一个绿色，或者是你蓝色呢再加一个米色，那或者是粉红色加咖啡色，这四个颜色都是非常的柔和然后非常的好用的。好，在这边就是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整理，就是说你我真的不知道要怎么样去挑选搭配的话呢，这几个颜色你就试试看，组在一起一定会让你觉得一整天心情都很舒服，待在家里就不想出门了。那我们今天呢窝星球的挑战相当的成功，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咯，那我们下期见，谢谢。